天气超棒的，然后就是先道歉。不用急啊，距离虽然很短，但是上。我调到极端那种的。启动进入营。还是前面有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快到五岁了。哎，走上路，要给他算屋龄啊。对，林老师。对对。上次去年的屋龄，哎，本来说约了要一起回复他回来的。哦，记得吗？哦。后来你带你儿子一起去嘛？对对对。你跟你儿子先去走了一趟，你们就没有走。对。那我们又走了。哦，谢谢。哎，林老师从哪里啊？树林啊。树林啊。对，这部在。阿三哥那边拿的。哦，对，对，那我先走了，加油，好，再见。你这几年来，我有见到你。哦，好，别了。朋友来了，朋友，好。我们两个共同的三年历史。哦，对，从看你第一集到这里。是啊，哦，我的第一集也是你的第一集啊。你把这边的情况。哦，我是靠呀，我到站台中太平街那个街。今天是不是轻松期关着门其他五个小时以内帅哥还有小子大哥就前期贝克贝克你伤怎么样好没有好很多了哦，谢谢。是呀，好像感觉，接下去不是。动起来搞笑，你在前后。谁啊？哦，偶像。哎，王宗全，王宗全哦，嘿，加油嘞！好，谢谢。静静，用了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比预期多了一点时间。
哎呦，小广场，真美。天，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要清静。青青草原，是一个。你来辛苦。啊，哦，我姓李。哈哈，大哥。是跟大哥，哎，啊，怎么称呼？嗯，妞妞。妞妞，你呢？我妞妞。妞妞。妞妞，你。鸭奴。鸭奴啊。生活玩家的。生活玩家。你知道？那海拔2050。啊。金鸡农场，这个上层了。这帮杜家德小林仓库自行车学校，我叫我金娇。哎，你好。你好。谢谢。加油。加油！你叫什么名字？玉娟。玉娟啊。对。你加油，你这么强啊！谢谢。第一次快可以成功的时候。今天应该没问题了哈。应该吧。看你笑容这么好，灿烂。对啊，加油了。加油。到翠峰，现在15公里。今年强迫进休息站。啊，金，哎，英俊的俊，英俊的俊，第一遍吗？第一遍啊！哎呀哎呀，哇，第一遍的先叫你好嘞！哎呀，8:57离开，准备离开这个补给站了。汤姆啊，帮哥，给你换车，这边你看嘛。哦对啊，你看嘛，所以你讲看他背啊紧了，我怪背这样紧啊，你查啊，你这样都不行嘛。那是神车护体，好查。这工具还是有关系的。真的关系啊。水果摊位，水果阿姨，今年出跟肥肥儿子，受到阿姨的帮忙。好，那是酒。酒啊。嗯。啊，现在状况怎么样？啊，状况怎么样？还好，还可以。可以啊。还不错。嗯。加油，加油。八 K。阿三哥。哎。开始点哦。啊。比赛开始了。哎，开始啊！哇，快，五点钟快，我到。嗯。中国台湾奖啊。9:50来到巡峰，糟糕，我的5个小时都没有快参与了。在网络上我看到你，看到我在小张纪录片，对，那时候我看到你拍的不错，我常那一直观看，有没有刺激你来比赛？有，是你第一次，每次都遇到小哥、小曾大哥，然后都擦肩而过，
很高兴这次跟你一起骑。在附近的哈。哎呀，啊，我是那个彰化高中的教官。哦。哎，叫三名。哎，我叫陈建良。哦，陈建。加油！加油！谢谢。叫三名。快到了。加油！加油！加油！十三名。婉莹，快要到昆阳，你情况还好吗？还好，快不行了。加油啊！好，是你的偶像。你是我的偶像，是不是你偶像？起风掉了。你说穿这么帅是我的偶像，没错啊。你是我的偶像，我现在已经缺氧了，所以我意识不清了。是不是？海拔，这海拔大概3000了，这不能怪你。这边每年都下来，对，所以这来第几次？来第3次，哦、不错。啊，这是用前车的，快喘不过气来了。后面是加油啊！啊，等半天半夜的感觉，赞！这个加油，小油没错嘛哈。加油！昆阳停车场就前面了。加油！加油！加油！在我前面那头抠的米老鼠，哇，它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建议。它最后身材都在平谷岭天堂路。米老鼠，你是怎么办到的？每天练习。听到不？练习。这是每天。真真真。脏话，脏话，快乐家族。快乐家族啊！你快办到了，撑一下啊！只有300公尺。你是我的偶像。冲一下下去了，成功了，你这个厉害，成功，回去再修炼，爸爸，谢谢。5万3是不行的，你是我的粉丝，送你启蒙太多了。不要，你坐第二边。我这算第二边，第一边残念。五点开咯，排队啦。哦，天堂路快变天了，再十一点了就变天了。大家好。我是大玉林加分，那三哥就要结束西进五岭了，就要继续来西。上艰苦的开始啊！东进五岭，东进五岭。